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仲系呢个万圣节啊，唉，继续俾糖啊，继续交换糖。咁而家咧，继续都系俾棒棒糖，俾万圣节之王啊，南瓜王啊，睇下南瓜王面孔。南瓜王面孔系咪即系一样咯？咪即系佢自己个样咯？咦，即系佢好似冇嘢卖噶喎！我仲有一支棒棒糖，哎呀，又系呢个面孔啊！開始重複啦，我已經有幾個南瓜王面孔，試下找下貓頭鷹，看看他有沒有特別的東西。不過預他就多數都不會參與，因為之前很多活動他都除了、他的博物館開張之外，其他他都我知道不問世事，他都即是沒有特別的衣著或者回應。他一看已經認到是我了，他不是說我南瓜王，我又唔驚呢啲嘢。其他嗰村民一見到咁樣講咧，即係著到咁樣咧，就嗰啲對白會唔同，佢就驚我，就已經即刻避躲我。咁應該我每一啲屋咧，每出入一次咧，咁佢哋就唔記得咗我，咁就問我攞次糖啦。又係棒棒糖。好，咁呢條片嚟到呢度先。咁我慢慢在鏡頭後，我自己慢慢俾曬糖佢哋，因為如果是咁樣拍就有排拍。好，我繼續萬聖節，到最尾如果有啲咩特別，我再拍翻俾大家睇。好，再講一次萬聖節快樂啦，拜拜。